李尖尖，我们谈恋爱吧。学姐，嗯，我是不是应该谈个恋爱了？应该啊，是吧？你想啊，你都25岁了，天天蹲在木头堆里头，连个恋爱都没谈过，太不艺术家了。好像也是。什么叫好像也是啊？就是，你看你最近灵感都枯竭了，也没什么创造力了。爱情这个东西吧，它有时候能带给你那种新的刺激。你看那些男性的艺术家，不都是以女朋友为题材创作的吗？好像有道理。嗯，哎，不过你身边什么时候出现了我不认识的男人了？网友，网恋啊？嗯，太不艺术家了啊！不是网恋，是网友。你知道的，我认识了好多年那个然。哦，他这回艺术家了吧？太艺术家了，见过面了？没有，上次我们不是约在展厅见吗？后来闹了个乌龙，我就去了派出所，就没见成。很好，但我觉得他不太行。为什么？我从他的作品里呢，感受到了他对女性的那种近乎神话的崇拜感。嗯，这种崇拜感是很美，但是特别脆弱。以我多年的恋爱经验来看呢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应该会长得特别丑。哎，听我的吧，先看照片，必须得是那种前置摄像头无美颜的那种。干活了。我带你去打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谁啊？我男朋友。我先去前面打车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喂。李先生交男朋友了。我去。哎，李先生，你等我吧。走了。哎哎哎！我现在打车，师傅走。嘿，那挺好的呀，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感觉吗？哎，我本来是想找你聊我哥他们的事儿，他们回来了。对呀，就是去外地上学的那两个哥哥。他们现在搬到我对面住了，哎呦，好麻烦呀！我现在对他们的感觉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敏感了啊，我觉得他们现在看我的眼神有点像小时候，就是我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，有一种孤独的感觉。Thank you.
校，去你爸爸那边玩怎么样啦？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，是不是因为跟同学在一起玩不方便接电话呀？你不用惦记我，你也不用惦记你那捣蛋的妹妹，我都已经跟她说了，不让她给你打电话烦你，让你好好玩。不过你也别玩太久了哈，休完攒了两年的年假啊，就早点回医院，别让领导对你有看法，影响以后的工作，你说对吧？哦，对，还有昨天啊，我路过书店的时候买了几本新菜谱，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，多学着做几样菜呗。现在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照顾好你们兄妹俩了。还有，你不是喜欢李海潮做的菜吗？你问他一下有什么秘方没有，回头我也学一学。你要是喜欢什么特色菜呀，啊，你都发微信告诉我，随时随地都可以，啊，我就记下来，有个菜名也行，到时候我找一找，然后发图片给你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菜。慢吃啊。嗯，行，你记着，经常没事打个电话。好。谢谢爸。多吃点肉，又瘦了。小朱啊，哎，两碗海鲜面啊。好嘞，钱姨，您随便坐。哎，好。哎，钱姨、何姨，坐这儿吧。哦，和平也在呢。啊，哎，和平啊，听说你儿子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不这坐着呢吗？不不不，钱妈。呀，这小凌霄竟然长这么大了啊！嗯，在街上我可认不到你。哎呦，这孩子是长得越来越帅气了啊！帅什么呀？不就长得一般人吗？哟，这还是一般人啊！咱们凌霄是医生哎，这职业又好。哎，这要是放出去，这小姑娘不得疯抢啊！啊，凌霄，有女朋友了吗？还没有。哎，凌霄，这次回来还走吗？不走了。我都找好工作入职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？算是完全好了吗？完全好称不上，毕竟之前瘫得这么厉害。不过她很有毅力，这些年坚持做康复治疗，还有个人锻炼。现在一条腿走路也不方便，走多了也疼。但是买菜做饭这些基本的生活都没问题。嗯，哎呀，这孩子真不容易。是啊，真不容易。哎，不过你回来了就好。哎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这海潮是有福气啊，这儿子没白养，这俩儿子全回来了。你看，这和平更有福气。你说你养孩子都没怎么操过心，这得谢谢海潮，他心细，比我管得好。那是，面来了。哎呦，好嘞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海潮啊，怎么没见着个子秋啊？子秋住外面，就住小街对面。这不是凌霄也要搬过去了吗？孩子们一回来呀，就想凑一块儿。要我说呀，你就在两个儿子里头挑一个做女婿，这肉烂在锅里啊，都是自家人。凌霄，你说对吧？行，我努力。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